你就飲食名家啦，好知道食嘢飲嘢點樣先至叫做好。就咁睇今日嘅表現，你又飲過佢哋嘅咖啡，覺得如何呢？其實我覺得水準好高，因為即係以佢哋年紀輕輕啦，咁其實。我自己學過咖啡，咁其實學咖啡其實唔係話即係咁簡單同埋咁容易就可以掌握到嘅。咁同埋佢哋喺嗰個比賽會，即係佢哋好自由淡定，同埋佢哋即係喺發揮出嚟嗰個技巧啊，其實都見到佢哋好純熟。咁以佢哋咁嘅年紀嚟講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好，即係好難得。有咩鼓勵説話俾佢哋？咁啊，希望佢哋更加努力啦，同埋即係喺香港嗰個咖啡界可以即係做多少少嘢，可以推動到多啲香港嘅咖啡文化啦。你寄望我哋香港咖啡界？將來會有啲咩發展呢？我覺得香港咖啡界喺而家即係可能喺世界嚟講，即係可能即係仲係唔係好突出啦。但係希望嚟緊，譬如香港除咗飲食業啊，或者係即係其他飲食以外，即係咖啡嚟講，都希望香港可以佔到一定嘅位置咯。OK， 非常之多謝你嚟參與同埋支持。